好好经营，脑子里多想想店，别想女人。怎么不想女人了呢？你是女人吗？你就一小丫头片子。盯着我干嘛？小哥。啊。说真的，我真的想过我们结婚的场景。你不想结婚了？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啊！太可怕了，在我的内心深处，你就是我的亲哥哥呀，你明白吗？就是那种可以因为闹了矛盾，然后关系不好很多年，但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呢，我们还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相互指责对方，甩都甩不掉的那种关系。我不明白，怎么就不行呢？怎么就噩梦呢？其实咱们结了婚之后也可以在一个桌子上吃饭。兄妹是吃一个锅里的饭，但是夫妻是要在一张床上睡觉的呀。睡觉也可以啊，咱不是从小到大就在一个床上睡觉吗？你说的睡觉是名词。你一个小丫头，你脑子里想什么呢？奇奇怪怪的，想那么可怕的东西干什么？小哥，我25岁了，不是5岁。我只是没有谈过恋爱而已，但我不是什么都不懂啊。你想照顾的那个人，是5岁的李健健，10岁的李健健和16岁的李健健。可25岁的李健健，不但可以照顾好自己，还能照顾你们。形式并不重要，可能在法律上我们不在一个户口本上，但是在我们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户口本，上面有我们对方的名字，不就好了吗？啊！想起第一次握你的手，看你心里的户口本，装什么呀？你所有户主李海潮。家庭成员孙慧颖和户主关系夫妻已故，贺子秋长子，李健健长女。那凌霄呢？这是我的户口本，他的是在另一个关联的本上。户主林和平，长子凌霄。小哥，我们一直在一个户口本上。